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张杰 Andy 老师。现在家庭出去买东西，我想了一个方法来咬二整它。前几天呢，我下载一个 APP， 就是这个。等一下呢，我会用这个来吓家宁。当然啦，我也有准备真的剃头刀。那为了让他能更相信我真的剃他的头发，我决定呢，我要剪我自己的头发。来吧，开始吧。我还是拿剪刀剪好了，太恐怖了。有了，头发还在。现在我就等家庭回来喽，又到我们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我在传说，不好意思。要揪的，要揪吗？你去玩排位吗？当解手感来的时候，谁都不要逼我。你不要用啊！那那个井是冲到别人家，哎，完全无视于人家，我保护自己，我是最棒的坦克，赢了哎、欸！这么快就赢了？啊！就我在逼逼，他好像主要等，他就等你。从轮子一垫一垫是怎样？等会调哦，够等呢。行了。我刚刚剃得很深耶，刺到里面。哎呀，你死定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再结束你已经完蛋了。哇，一起干。哇，来，我们来鼓掌一下哦。来一个女的哦，她竟然会为了游戏头发被剃掉，然后哎，没差，先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一局解决完，然后再来讨论我的头发的问题哦。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等一下啦，要不要先不要玩了？我觉得你玩游戏太激动了。是你剃人家头发，人家不激动吗？不要再用了 ，no no。哇，头发，这他妈的剃头刀！兄弟，玩传说不能这样子那么的专注点。是美女，不是兄弟。我们要一起吃鸡。传说没有吃鸡，传说有吃鸡没吃鸡。我帮你做一个修复的动作，来，呼呼呼呼就有用了。他不会治好哈喽，但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看情况，可以去杀完人然后之后呼呼呼呼。不要不要了，很烫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原来少女玩手游时候很性感啊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长官，立刻执行。答对了，宝贝，这一场已经打20多分钟了，都可以看半个偶像剧。真的是推了推了，受不了了，推了推了，走了。长官不能这样轻易的放弃的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先。长官，我会撑住的，我会这样子撑。好好，没有问题，长官，我在抓了，我的屁股好痒，我在抓了。他们全部被两包了，他们打那个蓝鸟就好了。蓝鸟，哪一只是蓝鸟呢 ？Where is my bluebird？ 你在开什么笑？我看，我看，太讨厌。你要干嘛啦？拿两个镜子要干嘛？跟你讲，我到时候拖动你的眼睛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加个镜子干。看不到。哎呀！好笑，我以前还很好笑哎、欸。哦，好痛，大力很痛。我没有剃呀、啊，我是用这个声音的，我是用这个。
我没有剃。剪的。真的我没有剃。那这个是哪里来的？那个是我自己剪的。剪谁的？剪我自己的。这明就不是你自己的。不是我的，你自己看。头发那么油，怎么那么不油？明明我的就有一点点红红的，你的比较黑。那为什么我头发会扯到那么痛啊？我没有那个剃，我只是插着而已，插下去。插下去，我也可以把你插下去而已啊，插得很舒服啊。好了，我们停止战争了，你刚打完了。看，我不用跟你玩，我都赢，而且我都还得到 MVP。不要那么抽，哦。